38岁的安以轩和澳门百亿身家 CEO 陈荣炼登记结婚2年，传来喜讯，小两口将迎来猪宝宝，预产期在7-8月间。他今早11:13在微博报喜，写下“小叮当夫妇结婚登记满2岁了，庆祝一下升级版，变身猪爸爸、猪妈妈，从此我们的世界多了一个你，期待6666。”原来11月13是她老公生日，而且外号叫65，所以宝宝小名就叫66。会选在今天公布，是因今天是两人注册结婚2周年，目前仍看不出孕肚，难以看出是个准妈咪呢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